些年他们的迷惑对白二，问题一，关键词每次。生日我可能会在珠海练习。哎，战哥送过我生日礼物啊，送了我一头杯。啊，去年的时候。去年，啊，今年有没有想好送什么生日礼物？我觉得每次送给他生日礼物其实还蛮难的，因为大家都送给他头盔什么，赛车服啊什么的，不知道送什么，可能期待一下吧。行，期待一下啊。好的，期待一下。不是才送过一次生日礼物吗？怎么就每次了？你这是逼我推时间线啊？问题二，关键词熬一点。跟铁做的作息是一样的吗？还是说完全不一样？肯定完全不一样了。我还行，就是我不会，他有时候。是吧？会熬一点，睡得晚一点。对，我睡得很晚。就是年纪大了，可能就会早一点点。按时间，你们不是分开很久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熬一点？我不知道，我朋友几点睡的，我很惭愧。